胶体的肤色，还有服装掉色的痕迹。成功了。现在是要去上海喽，我跟你说非常非常有意境的歌曲，希望你们喜欢吧。早啊，啊，都听过了对吧？感觉死死的，没有没有。是谁家姑娘，轻轻摇响一叮当，是吧？夜雨绵绵，夜不成眠，想与你相见。一二三，拿进去！啊！啊！出来！出来！因为我那时候都是水花，所以你这样一有睁眼嘛，睁了，睁了、哦。对啊，有啊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知道那个点了吧？因为你下来一定是都是水花，所以开始睁眼就睁眼。对，来。真的吗？有戏吗？有戏吗？可以。哎，特别好，我知道我没走了，加了点小戏。很谢谢大家能够喜欢我所演的戏，然后都能够喜欢我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。那么我之后呢，也会越来越努力的，也会演好每一个接到的角色。小轩窗梳妆，是谁家姑娘，轻轻摇响玉铃铛。愿晚风送爽，眼几近天光，你是枕边月色微凉。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